来吧，老头啊！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打一把洛克萨斯之手。哎呦我操！你给我减速！别！我靠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他居然在草丛里，待了这么长时间吗？不是待这么，他居然来的这么快！我没想到灯笼来这么快，你知道吧？这完了，这小子有闪现，我啥也没有啊！这不坏了吗？把握时机。是不搁这儿呢？减速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。现在我就平 A 吧，平 A。万劫不离其人。平 A。减速平 A， 平 A。平 A， 兜必须的，兜减速平 A， 撇地雷，哎呦我操，撇地雷跑得真快呀，这叫别闪现拉我，对不起，兜就位，我知道梦魇搁旁边，但是好像搁旁边也没什么用。兜兜你确定这一波你不回家吗？看来你不是很确定。注意啊，他有闪现啊，别着急打他，先减速，兜兜卡眼儿，来直接走过来啊，平 A， 兜兜减速，兜快跑！
这小子有闪现啊，赶紧跑回家了。先来个什么呢？先来个皮孩啊，先来个皮孩，先来个西地孩。本来我能遗失的章节，但是我不，我就先跑得快。万变不离其宗。螳螂加油打，一会儿给你经验啊。减速，兜兜，平 A 减速，平 A， 平 A， 这致命点烟，兜开大招，漂亮，这螳螂啊，还挺爱来呀，啊，我一看呢。找到好朋好同伴了啊，螳螂，好兄弟。双雷。减速平 A， 平 A。减速撇雷，哎，跑得快是吧？我跑得也快，哎，兜兜，哎，减速平 A， 平 A， 撇地雷，是。来，来减速，这波应该是够呛了，兄弟们，因为我的后边出现了一个鬼。来了个鬼，遗失的章节一会儿再出吧，西地还是差了点，这波大没好，你知道吗？握手出魔抗，我怎么打？硬打呗，出魔抗怎么打？先减速呗，兜兜，再减速呗，再平 A 呗，那还能怎么打？他跑的真的好快啊！他比一般的落手移动速度快了一点。减速。减速，炸弹的命中率稍微差了一点。等个五秒钟啊！哎，真的，他好会躲啊！我的妈呀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哦，吓死我了！已经就位。
九妹九妹，可爱的妹妹，可爱的妹妹，棒！我看你好像挺能躲。差个眼儿，快跑！梦魇要飞我了。那梦魇空大了。哎呀，必须的，这小心思吧啊。守个塔呀老弟呀。行不行啊，行不行，大哥，大哥你就说行不行。这波服务绝对服务的比较的不错，为啥？俺们家还有个凯隐，中单凯隐呢。这小鱼人想干啥呀？想造反呢？给你个小地雷，减速，再减速，区区也不够呀，打不死人呢。来，时间正在流逝，你说你连我大哥你都打不过。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！哎，给你个瓶中时光。哎呀，太吓人了！我连个助攻都没有，我要不了助攻，我怕那落手有闪，你知道吧？他把我劈死，他也得死。我不能让他落手劈着我，我们就为了。干啥呢？挺能穿呢。你干啥呢？拉个阴血塔。家了，开始团战啊！这俩人换路也没有用啊，你说，那换不换路也打不过，换他干嘛？你说。
我的钱不够美甲窃魂卷，可怎么整？难受啊！好掏。他们绝对想不到危险。不可能，时间正在流逝。我们推中吧，反正也没有人儿的。减速，兜兜。兜。快跑！投降了，我天。